听到了，太牛太厉害了，当时就在啊哈哈哈哈，真的过了。接下来这一位 也是帅的，接下来这一位叫做 Mr. Boring 李延勋， Come on Boring。 那大家好，我是李延勋，来自陕西西安，今年22岁，现在跳舞曲讲讲。哎呦我的歌，天哪，哎，素颖，帅吧？有范儿啊，那个帅的。我想表示沉默。帅的啦。我愿意为你化身为我，重新来过，重新来过。好，6666666。好了，不用比了，6666666。你还没出来呢，我们的大大已经爱上你了，已经爱上你了。你非常帅。好。等一下，稍等一下，你刚刚说什么？非什么？非常帅。他已经走入你的内心了，你一般不这么讲话的。等等等，你什么？你一般不这么讲话的，我很了解你。我是陈大树 ，This is victory here。大勇气，告诉你我，心脏命由宿命的陪人们流泪。谢谢。插播一条新闻，他跟前面第二名是一对好朋友。对。好朋友特别好。哦，对对对，也是西安的兄弟。来，你今天是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？唱一首我自己的原创好了。好。严欣真的是写词写得特别好。OK，come on。拖着疲惫的身体独自漫步在黑夜里，陷入回忆却不知该从何提起，这是他来这里的第几个年头了，算不清，无奈的掐灭烟蒂，破釜沉舟赌上他的性命，重复做一件事情，内心的声音不断地醒着，他家人还在等他回去，用尽力气，人生的关键能升到几级，至今都没有头绪，什么原因当初就这样下定了决心，故事引人来到这里再比，总是试图追赶上流社会的脚步，在这条路上不分沉重还是目苦，每秒都仓促，只有在那些才能和这大城市经常起伏，他不怕忙碌，还得要多久他不清楚，早起的鸟儿都会有虫吃的，可早起的人呢，这匆忙的一天又即将开始了，有人陪着他呢，想一想还是走路去吧，能生病还是在身边吧，毕竟心虚还得提前回家，气氛在打通电话，我睡觉梦到家里面来了一通电话，爸妈关切地问到你最近受委屈了吗，他含糊两句挂掉电话，不想说出实情，却被自己在梦中的哭声吵醒。这首歌是我爹唯一听过我的一首歌，他说他听不懂，他说他我不懂你们这些 rap， 我问他你觉得内容怎么样，他说嗯，内容看了词还是可以的，继续努力。他握紧了拳头，他知道这条路若热情是容不得放松，他没有撒，他只能自己向前冲，为什么他的世界永远都在记仇，无休止的动作每个镜头，生存的压力让活在夹缝中的他低下了原本尊贵的头，前行的路上每一步都那么沉重。Oh please, I wanna say no。 最用情的 rapper。 哦，喜欢。哇塞，你让我纠结了。你有优点，你的优点是你的词写得很真诚，尤其是昨晚睡觉梦到家里来一通电话，爸妈关切地问到你是否最近受委屈了吗，词写得很好，可是你的表演方式却有问题，你的表演方式不够更自如，唱法上也会有一点问题。对，我知道我现在唱腔好像有点问题，最近一直在改啊，就是不是像 rap 一样直击别人心灵的，有点往后收，对，但是我还是蛮喜欢你的，因为在你的歌词上我是看得出你是有态度的，容我考虑一下好不好。哇 come on man。 那再问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叫 Mr. Boring？ 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会很无聊，就是很压抑，没有什么可高兴的事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
就这么说吧，就是跟家里面就是有分歧啊。然后就我所处的环境都很压抑。我感受得到，他说的都是真的，他的歌词上写着。嗯嗯，他的状态也是。哦，有有有。那有什么关系？你就做你自己啊。所以就是 Mr. Boring。其实有些人他的自信或者他的坚持其实是盲目的，因为他不管在表现什么时候，他可能弄出来或者他坚持那样的东西，听完以后你会觉得哦 ，man 你在干什么？但是我看到你的词写完以后，我觉得他做的东西也许是对的。嗯。啊，你让我好纠结哦，你有缺点。可是这个世界上，谁又没有缺点呢？我的天哪！看吧。所以你获得的结果是超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要改掉你的缺点呢、哦？我在尽量改，我改了两三个月了。你们俩在这边僵持，我你要知道，这对我来说很慎重。好了，慎重，好了，慎重。所以这一轮的结果是，是六六六六六六，超级六六六。OK， 谢谢，加油哦，下一场要改哦。改有更好的词改听到改一定改。Yo man, hey, you remember? 这些选手里面最羡慕的是什么？马不前。但其实我很羡慕他的家庭，很幸福，就是跟我爹以前是敌人，天天在吵在打。以前那样不懂事，后来懂事了，关系好了，又没有太多时间陪他，然后就现在就成为永远的遗憾。我说，我就会告诉他，你看，你儿子是可以的。是能给你争气的，就是不会像以前小时候那样任性。那个光头的，恭喜啊！李彦先生干嘛呢？他是 rap。